定制糖盖好的时候就说福田要有人承担，啊，做什么工作咱都袂晓，这个别的咱都无法度。啊，无我来举扫帚拖把，咱就迄落遐，啊，我就来承担。啊，拄啊好，承担就爱有人来倒做，我家己嘛无法度安尼。啊，就用这个，我就招社区的志工，啊，大家来承担，啊，我来载因来遮做福田安尼。伫咧做的时阵，我做到半中途，我拢会四界甲孙一边看一边。我咧看到遮较无清气，甲搜看，哇，遮阁有土粉安尼。我若家己安尼讲吼，啊，人因嘛是足欢喜来接受。啊吼，欢喜来接受，就是讲啊，咱大家来结一下好缘啊。我那时候想说，我这么忙，每次要找慈济菩萨的时候，都很难过，说啊，咱共领这个责任，啊，我都通做，安尼敢那唔对，我就一直想讲，我无爱，我不要承担责任，啊，我可以当配合者。去年三月的时候，就发生那个风波。我看到吼，师傅吼，安尼，哦，迄个风波遐尼大，吼，师傅遐尼啊烦恼，啊，我两块啊，佫继续做安尼是。其实做主席是真好啦，阮个囝嘛感受有对啦，安尼顾有啦，我家庭嘛顾甲真好，囝是说啊健康平安啦，啊，我趁我身体健康吼，会当通对师傅行，安尼赶紧来做吼，啊，我做就对啊。